来，同学可以看一下。同学呢，在我们上一堂课的时候啊，基本上呢，同学我们已经是完成了啊，所谓的事实，就是大家看一看目次线哦。好，同学给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已经完成业主子，我们在业主子概要。那么在子字概要的时候啊，我们呢已经稍微了解了性格哦。那同学你有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是用一个问卷，它是 greedy 贪嗔痴。贪嗔痴从就是你性格的表现出来，这个是源自于心经道论发展出来的问卷呢、啊。那同学你做了之后，就从人格里面就推到去呀、啊。DISC 啊，和动物进行连贯的新歌，还有再一个呢，就是 Ayurveda 哈，土星人、风星人跟火星人哦，在饮食上的一个进行一个连贯哦。那我们主要呢，在这一边呢，进行道论呢、啊、跟社论里面了解你的新歌，是为了要啊和找出40个参修方法，哪一个是比较符合你的啊？希望你可以参修啊，可以更顺利这样子。那么呢，我们在上个课堂课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不过呢，我们今天呢、是上个堂课其实还有提到就是禅相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其实今天呢、会去到谈40个业处。那么在上个堂课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名相，那就是片座相、取相跟事相哦。那么呢，这个禅相的概念它禅相其实有点像是个 spotlight 这样，会在你的一门里面出现的。那么这个禅相本身呢，如果比方说修安般念的话，对不对？它会出现有点远远这样的，然后它的颜色跟形状是由你自己的想愿来决定。过呢，它会越来越靠近你，然后呢，跟你的呼吸进行结合，然后呢，它从片座相会转去取相，再转去事相的。那么呢，按照清净道论的教法接下来所有的方法都一定有片座相、取相跟事相。那么呢，事相基本上就是已经结合变透明了，然后呢，它就是用它来进入禅定的，这是跟禅相有关的系统。但是呢，其实这个呢，在有部里面也没有很明确听到禅相的用词的。那么阿含经里面是有一些经典有提到，所以呢，目前呢，我们在看到在南传的系统里面，也不是所有强调禅相的，有些也是没有强调禅相的。那么呢，在我们北川比较流行的方法里面，对，几乎根本没有提到禅相的甚至有时会把禅相当作是负面都可能。所以同学这样怎么办不怎么办的？那你跟那个系统你就跟他就对了的了。那如果你本身有出来的话，对不对？你就 follow 有禅相的系统就不会有冲挡了，免得你的老师否定了你的经验，你会不爽，这样你无以适从。那你有的话那你没的话修来修去不得个结果，你就找没有的因为有些是重视别的经验来判断的也是行的那么呢，中国祖师禅等等之类他们的方法就完全不跟这套系统，是另外的同学我有认识一些人他们有些觉得祖师禅跟清净道论的系统的禅观，他有时觉得祖师禅更胜一筹，在某个角度所以呢，这边是主张同学也开放我们真的这边有法师有教密教的方式，很难说的，同学你修过才知道那个是刚你的我们希望你找到刚你的，然后过后你在那个方法里面切入，然后修给他镜头，然后呢再从那边转去所谓的修观的部分呢。那我们修观呢基本上都以清气清净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蓝本这样子啦好那么呢，这个就是上一堂课简单稍微提到的。那么呢，我们同学开始进到来40页处的部分了。来40页处好，有请宝宝读一读来十片了。师傅你好，是读那个华语字吧？是读华语。如何十变是地变、水变、火变、风变、蓝变、黄变、红变、白变、虚空变与光明变。十变一境性，巴利文卡西那边的意义是全部或整体都得利地，如此称之是因为必须把其事项
扩大至十方无边之处，是空定的基础禅法无色禅。地边等修习地边时，禅修者可准备一个直径大约30公分的圆盘，把它填满黎明色的泥，然后再把它的表面弄平，这既是地边圆盘，即作为修习地边的边座像。禅修者可把该圆盘放在离他1公尺之处，张着眼凝视它，以及观察它为地。地若要修习水边，禅修者可以准备一桶清水，然后观察它为水。水若要修习火边，禅修者可以起一堆火，然后透过这一张皮画一块布上剪出的圆洞凝视那火，以及观察它为火。火修习风边的禅修者可以专注于从窗口或墙壁的洞吹进来的风，观察它为风。风好，感谢。接下来请立问读一读，把它读完它，有请立问了哈。若要修习色变，禅修者可以准备一个上述大小的圆盘，然后把它涂上蓝、黄、红或白色，过后再于心中默念它的颜色的专注于它。禅修者甚至可以选用某种色的花作为目标。想要修习光明变的禅修者，可以专注于月光或不摇移的灯光，或照在地上的光，或穿过墙缝照在另一道墙上的光线。想要修习虚空变的禅修者，可以专注于一个直径大约30公分的圆洞，观察它为虚空。虚空对于修习变处的详细解释，见清净道论第4章与第5章。好，同学可以画重点了。同学画下重点了，待会完了啊，会让你进行复述，你就不大会讲都好哦，都可以通过啊，把它念出来哦，就是一种头脑重新的记忆啊，可以加强印象深刻了。一下子啊，好，后面还有啊，画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好，同学，接下来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哦，在 proceed 之前呢，好，来，同学呢，就是呢，请你看一看呢，就是你的荧幕的部分呢。好，同学看一看，就是呢，请你啊，就是开眼，就是开眼睛，是看到了这个蓝色的圆形，是不是？过呢，你把眼睛关起来，让蓝色的这个圆盘在你脑海里面浮现，越久越好。那如果它不见掉了，对不对？你再开眼睛，再看它，过后再关眼睛，让它在脑海里面进行浮现，然后呢，直到叫你为止了。来，同学可以开始了。来，
好，大家可以把眼睛睁开了，来 ，OK， 好，好了，同学，你大概啊是啊，刚刚用功大概是一分钟处这样子哦。来，同学要做一件事情哈、哦，好，同学给你三个选择，如果你完全如果你啊可以啊，刚刚那一分钟里面啊，哦，你可以很明显出现一模一样，过后呢可以维持蛮长时间可以维持的，你投一号。用手指投就好了啊，投一号。那如果啊，哈，刚刚出现那个就时有时无，又不完全是圆形，然后呢，颜色又不完全一样的哈，啊，这样的情况是投二号了。然后呢，过后啊，哈，你什么都不出来的，完全好，什么都没有，一片乌漆抹黑的，是投三号哈。好，来一号的，请你举手一下，一号，一号的 ，Mandy 一位。素营两位，文成三位 ，OK， 素营四位 ，OK， 好，来，可以放手了。好 ，OK， 请二号啊，一半一半的，请你送举手，我比较好看啊，送举手了啊，二号的，一半一半，时有时没，清楚又不清楚这样的 ，OK， 大概我们有十二位同学，哇，是最多人数的了，哦，十三位 ，OK， 你十三位。14位、15位，哦 ，OK 好，嗯，占最多的了，好，好，可以，同学可以把手放下来，全部哈，好，全部放下来 ，OK 好，好，完全呢、啊、什么都没有出现的，同学可以送举手了，乜都冇嘅，好啊，凯森、齐亮、元整、秀娟 ，OK， 4位哈，好，5位啊，连凤哈，好的，来，哦，这就是什么都没啊，跟很满意的啊，好啊，都是一样，是大概5位。好，同学可以把手放下来，感谢各位。好，同学啊，好，刚刚啊，就是投一号的同学，对不对？基本上我们是叫做取向成功，而且不只是取向，因为那个圆盘呢、啊，刚刚那个圆圆那个颜色，那个是我们是叫做片座向来的。那么呢，你关着眼睛可以让它浮现一分钟的话，哈，一两分钟的话，就表示你取向成功。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同学啊，你未来啊可以往这个法门去进行发展。这个其实啊，这个取这个片相啊，颜色相啊，为什么刚刚那有人有就说啊哈，有少数几位很成功，有少数几位投特失败嘞，好啊，他缘故是几个原因。第一啊，那举手成功的人，可能他基本上都有禅修的基础，他可能是修别的法门有定力了，这第一个缘故哈、啊。那么呢，德巴列呢，刚刚他举手那些是可能根本没有禅修基础，所以什么都不出现。好，第二个缘故就是啊，第一批人是他们呀、啊，可能有一些啊是艺术家，对颜色敏感的。那他对颜色敏感是同学啊，在大脑里面了、啊、哈，他应该是在视觉 occipital lobe 那边，他可能他的颜色的 neuron 很发达，所以他很容易观想。所以就是个色变呢，艺术家容易修得成。那么呢，另外啊，举手什么都没的话哦，你大概你的 imagine 颜色不到，你们应该不是艺术家来的了。在艺术上发不到刚一次可能哦，因为颜色你 imagine 不到、哦、好啊，然后呢，第三就是呢，他第一批人里面呢、啊、哈、哦，他可能有些条件虽然不具足，可是啊，他培训成功了啊，他是可以从无到有。或者是不是很成熟啊，那neuron不是很多，可以培养到他成熟的啊，所以呢，他们呢、啊，我们看到他们成功的人啊，这一两分钟成功的人都是累积下来的，那么失败的人呢是没有累积到，哈哈啊，可能是这样哦。那么最后一个缘故呢，我们讲可能是前世的波罗蜜，就说啊，这些原因分析不到，就说是前世波罗蜜这样子哦。那么蛮多人是一般一般的，因为这一般一般的人呢、啊，基本上啊，就是刚刚那个原因啊，介于中间。那么中一般一般的人呢、啊，经过培训呢、啊，哈啊，你们有些可能可以达得到第一批人这个情况下，也可能不达不到哦，这样子啊，所以就这个缘故，同学 practically 来讲哦，在外面的市场很少哦，直接叫你片场入门很少的啊，多数啊，他们还是叫你安波念入门或者四大入门。因为安波念很多人可以办得到、嗯、那么这种片场的话、哦都是在哪里看得到、啊、像清净道论跟尼盖亚有，然后呢密教那边也是有关颜色，它可能跟它蛮有关联的、哦、那么呢如果你是跑气功啊或者瑜伽那些事、啊、它就没有跑到这种片场出来的，
他们是完全哦，气功是以放空或者是一手丹田别的源流来的啊，所以呢，观颜色入手的哦，啊，就是我们蛮明显看得到的，就是你该要有记载，还有呢，就是佛教的部派里面呢，啊，都有记载这样哦，啊，所以呢，同学就恭喜大家，这一两分钟的试验呢，啊，蛮有决定性的。那么未来哦，你发现原来哇，你那么轻易可以成的话，可以往这方面发展，因为片场呢有特定的好处，什么好处？同学基本上啊，有听说了哦，就是一些经典记载哦，尤其是百片啊，容易可以开展得到神通啊，因为什么缘故？因为他会把你的一境性心所特别强化掉，我有听说过这样，所以不同的法门呢，其实它有强化哦某一些心所，而达到一些特定的功效的啊。然后呢，如果本身你是称心人的话，片场很适合你这样子哦。那么呢，其实更多的详情哦，就在这个这七堂课结束了，就转去清净道论，清净道论就直接啊就上定品跟慧品啊。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啊你很关切，你可以直接就上这个定品跟慧品啊都行，因为很多 detail 啊都在那一边这样子哦。好啊，因为呢这个啊大家会比较关切，是因为和你有关系嘛，哦啊，所以呢我们看一看同学啊，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因为啊这个清净道论呢都是有蛮有历史性，好几百年前，所以我们要辨识啊哪一些东西是可以跟现代变通，有哪一些是不能的。首先呢，所谓的骗啊，哦，它的意思是什么 totality 全部啊，什么原因啊同学，原因就是因为啊他修到最后啊，当事项成功，他会把它放大，放到像宇宙这么大。或同学你要记得哦，在如果你有上静坐入门的话，是基本上多数的人不鼓励你放大，除非你已经事项培养成功，然后呢已经到了可以做到上两三个小时那个片场，否则的话不鼓励，因为你太早放大放小这样啊，哦，玩它对不对，会造成啊，哦，它的定力退失的。所以就这个缘故呢，这一些哦，有时你可能会贪玩哦，你要有个老师知道，不然的话至少你经论了哦，像清净道论那么 detail 你有看过些哦，原来 有一些班当拉让的。像我啊之前认识一位哦，他有禅相出现过啊，因为他有一点点就是说开第三年了，他打坐前面他看到有一些外灵哦，他就用他的禅相法去打那个外灵，你知道吗？他打走了外灵，过他禅相 disappear 过后回不了来啊，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哦啊，因为呢这些啊禅相啊，它稳定了哦，一些气功师也会有，他们就用它哦来治疗人呐，啊，他就把它哦那个能量出来过呢，它会源源不绝这样。所以同学啊，这些东西是有些可以试验，有些是不能的，有些可以玩玩，有些不能玩啊。所以呢啊，如果你对修定很有兴趣，或者是自己哎很容易出现这个现象啊，就最好是上清净道论更底就了解多一点啊，这样的话你就比较慎重了。因为啊这个禅相啊，在清净道论里面记载，他说就像是一个妈妈哦怀孕这样，这个胎儿你不能够随意把它弄丢掉啊，丢掉要怀孕就在困难了的啊，很容易啊可以怀胎成的，很多都是啊过去是波罗蜜有关系。嗯，像二弟其实我们蛮有不少人呢，很容易可以产生这个现象，哦，然后同学记得哦，这种禅相的出现呢，基本上是隐私，就像你银行啊的存款这样，我们不随意告诉别人的啊，就一个是你的老师，不然都是大家同修这样才来谈，哦啊，因为啊你把它你太随便给别人知道，你会很麻烦，好，哦，啊，因为呢，比如说你有过百万在银行，你告诉别人，人家会讲，哎，你的样子都不大像有钱人的啊，他可能不相信你啊，你那就很多问题了，你解释也解释不来啊。修行也是一样的，有的你可能有这个经验，但是人家左看右看都觉得你贪嗔痴很重啊，问题就多了啊。所以你不需要跟别人交代的，你最重要就是和你的禅师交代，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贪嗔痴很重，又跑出这个现象来，你请他帮你做 clarification。可以了解吗同学啊？所以你得有一些正式的理解，所以一定要你参加静坐入门课这一些，而这一些啊你太随便谈了，它会构成过人法。所谓的过人法就是啊，它会跟大妄语有关，所以在禅修里面啊，不要为了要啊引起师父的注意力啊而乱乱报告这些
啊，所以呢，如果没有正德，因为讲正德，没有看到鬼神，讲看到鬼神，它容易构成大妄语的。大妄语啊，尤其出家中是最严重的。那么居士的话呢，因为啊是主要是法师啊，有时为了要吸引你们的供养而找大妄语了。那有些居士他打妄语的原因，可能也有这样子的原因啊，就是要吸引注意力啊，或者是要建立自己的市场啊，啊这些啊都会造成经济的哦。所以这一些、都会在其实以往有定品完了会谈神通品、在神通品、之前我都有谈这个部分、所以同学、你有兴趣可以继续听下去，因为、你有这方面的经验，你要知道你或者你出现这个能力，或者你身边能有、如果 advise 他、这个呢尤其是你已经深入了，你可以帮得到圈内的人、OK、好，然后呢接着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到一些内容、这边有提到、他把事相扩大到无量无边，过呢四空定的基础禅法是无色禅、同学、我们呢、如果是你要修习四无色定、从空无边处、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同学一定是用片相做基础的，你不会用安般念做基础，不能够的，因为我有片禅、才可以让你 further 啊进去扩大到四无色定。什么缘故？因为同学片禅里面呢、它成就定了之后是它会它虽然是看到是一个相，对不对？可是相你在放大它里面很多粒子粒子的，那么粒子跟粒子中间有空位，那个空位把它放大，它就是片禅来的。那这个技巧啊，其实它在第一章里面心智概要有教导，所以同学你可以啊 cross reference 一下，把它把它另过那边去、这样子哈。这同学看到没有啊？这边有特别写下哦，四空定基础是无色禅的、OK， 谁可以帮师傅找一找啊？他是在哪里呀、是第几节呀、来读过社论同学帮忙找一找 ，OK 哈、第几节呀、找找看有谁快，你第几节？就是修四无色定的，一个个修上去的、有上过的赶快努力一点、你 让他对你熟悉、对你将来你弘法禅修实践都很大帮助的、永兴找到了没有啊？凯森还有文成、你们经常、有读的、在 Chapter 1那一边啊，节二十五是吗？其他人认不认同？文成对吗？节二十五还没找到，凯森对吧？凯森点头对。所以同学，你请你 cross reference 一下，Chapter 1节二十五了，Chapter 1节二十五了，好 ，OK， 好啊，可以放啊，写一写哦。好啊，然后呢，Chapter 1节二十五哈。那么有些同学啊，你是一下跳来参加进阶入门第二步啊，同学不慌。那么这一些是等你上了清净道论，觉得哇兴趣出来了，对不对？你可以回头去上回 Chapter 1 2 3的啊，把这一个课程里面啊哈，你没有 Chapter 1 2 3 Chapter 1到 Chapter 8都可以学的哦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是开放给进阶入门的同学上的哦？来，同学接着下来啊，这边就有提到啊，这个地片是怎么样哦？同学，这个地片呢，如果是按照清净道论的话，它是非常的 detail 告诉你哦，它整个过程 A 到 Z 如何修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Earth Kasina 哈、基本上啊，按照清净道论所讲哦，你需要找那个泥土。那这个泥土本身是你要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圆盘，同学看到没有？这个可能有按照清净道论，它的角度啊，它都有 adjust 好的，因为啊，它的角度啊，你不 adjust 好，对不对？同学啊，按照清净道论记载哦，这些圆盘啊，那有一些看到吗呢？它是这样子来放，这个是跟颜色有关，颜色是可以这样放，但是那个泥土啊，不可能这样放的，因为它是属于地片嘛，所以地片一定是这样放的。这个头带那么多东西、应该做 EEG 跟 EKG 试验、
啊，所以将来你学有所成哦，我靠你，我就买套机器来，让你做些科学怪人哦 ，experiment 啊，因为啊，你把它科学化、数据化哦，啊，对于啊，信一些科学知识分子是蛮有意义的哈，啊，这个听说达赖喇嘛最喜欢搞的哈，啊，那我们也不妨搞搞看哦，啊，你们的刚刚那五个哦，哎呀，你们不要走，你们我记得你们哦，那你们来做科学怪人哦。那同学看了嘛，好，啊，所以呢，他其实他的角度是有关，因为如果是按照今天道论来讲啊，他是必须要开眼观眼，啊，开眼观眼的，可能你这一天里面整个小时都在开眼观眼来取向的，尤其是中间，刚刚啊是属于中间和后面的人，所以你的颈部不能够酸痛的。哦，然后你的眼睛啊，哈，又不断的开关，所以你的颈部要刚刚好。那这些细节里面，其实道论都有照顾的很好的。哦，所以这个就是啊，其实道论就是以片禅哦作为一个基础了。这同学看一下，如果是其他的片的话哦，它的角度是这样的哦。等一下啊，啊，同学看到没有？那你看啊，这个色片呢，它是要这样的角度啊，有一些是这样的角度啊，哦。然后呢，再看一看呢，啊，哈。然后啊，这个就是呢，有一些用看破纸张来剪，对不对？哦，好，大概是这样了。哦，这个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片展哦。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呢，他有讲了哈，他说啊，哦啊啊，那这边有讲啊，离开他一公里啊，障眼观眼时候观察他为地地，所以他会不断的重复念地地地，而且呢，他有讲啊，用里明色啊，好的泥啊来填这样子哈。过后呢，如果是修水片的话，对不对？同学就是准备一桶清水了。好 ，OK， 来，同学，啊，同学，很多人不见掉了哦。好，同学 ，OK，啊，不知道是我回来了，是你们回来了哈。好了，同学啊，请你啊去，可以的话哦，看看后面有没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杯，或者是没有都好，装一杯水来。你装到水了哦，你开始观想那个水在一门里面出现。来，同学，你可以试了，一分钟把它完成。同学可以试试看，去倒一杯水啊，可以的话用个透明的玻璃杯，没有透明的玻璃杯也是可以哈。看看可不可以把水取向成功。Yes, one minute quickly, 赶快回来，一分钟。啊，你手上有水的话，可以开始观想了。你可以开眼观眼，看看那个水可不可以出现。你完成了就可以Zoom 举手了，表态了。你完成了这个 job 了哈，可以试试看了，来。啊，不管看得到看不到，你完成了就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同学。一位好了，美华好了，两位好了。不是，师父，是我因为的路线很差，听不到之前你讲的东西。好的，美华，你把你的那个 camera 关掉它。OK 好， camera 关掉就听到了。来，好，同学去倒一杯水来了，开始做 experiment 啊。好，三位好了，四位好了。好，六位好了。七位好了。师父，我的水是黑色的，可以吗？刚好一杯凉茶。啊，你不能够，不能够，一定要透明的水。OK， 好。哎呀，灌了凉茶，你就找可乐来灌还好啦，可可可乐。关到你自己变成高高高浪人士啊，哎呦，八位好了，
OK， 舌位好了。舌位好了。舌位好了。OK， 好，同学差不多，来，同学可以把手放下来了。OK， 好 ，OK， 好，好啊，你没有来得及试，真的可以过自己试哦。通通把手放下来，同学。OK， 好，啊，通通把手放下来，好。OK， 西林把手放下，永兴把手放下，好。OK， 谁觉得很难的？因为你觉得哈，那个杯又透明，水又透明，或者是杯有颜色，又水又透明，你觉得相当困难的，请你送举手一下。你觉得很难关的，好，好了，一位还有没有？嗯 ，OK 哈，哇，很多人举手，很快哈，八位、九位啊，九位哈，还有吗？九位、十位哈 ，OK 哈，都觉得蛮困难，对不对 ？OK 哈，十位哈，那其他没有举手嘞哈 ，OK 哈，好，嗯，来，好，同学可以把手放下来了，至少有十位同学哦，三分一觉得哇，其实蛮难进行观察的哈，好，同学，其实这一些哦，一般上你在禅修营的时候啊，通常啊这些方法不会给 preliminary 的人学习的，通常都是啊，你安博念成功出禅了，然后过后你有时间哦，他让你去试每一个禅法，才这样子去做试验的哦。那么呢，同学啊，像这个水片那么难观，对不对？按照《金刚道论》的记载哦，如果啊你有观过水片的人呢、啊，日后啊哦，你要在水上面走路哦，你可以办得到。同学，你想在水上面走路吗？哦，因为啊，水大成功的人呢、啊，还有就是或者是水的 elements 啊，它有关系到水大成功的人是，他可以掌握得到，除了自己以外，世间所有一切跟水有关，都在你掌控之中。《金刚道论》的神通饼有记载。哦，我们听来觉得哇，好像很天方夜谭哦。第一，同学这些让你开眼界，那么以后啊，你听到人家谈神通啊，哦。啊，像之前啊，刚刚往生那个某某某啊，哈啊，就这神通，你就有一个眼睛去看他，觉得哦，原来这些也是不是怎么样罢了，哦啊，你要有一个眼界，虽然说你没有，但是至少你要有那个眼界眼光去看、去审判、去审核啊，或者是听说基督教那些啊，摸摸水啊，啊水就变成酒之类样东西啊，你要对佛教的神通理解啊，正规的理解先哦。啊，所以呢，它是可以成就得到的哦。那么，同学，地片成功的话，你可以遁地的，你知道吗？你想要遁地吗，同学？你真的很 ridiculous 啊！遁地来干嘛？难道我这边遁下去过，在美国出来，然后 visa 就不需要吗？啊，同学，你世俗地还要顾啊！啊，不然的话，他抓到你，把你放进监牢去哦。等下你遁得去，又遁不回来了。所以同学啊，很多时候啊，哎，我们是知道，然后呢，其实啊，玩弄神通有蛮多禁忌的。全部在神通饼里面都有讲过。那我神通饼开了几堂课啊 ？Mandy 记得吗？当初神通饼有开到整二三三十四十堂，对不对？嗯，二十多，至少都超过24堂。啊，24堂，好像票房很不错，对不对？好像有很多，有三四十。对，一开始很多，然后最后当然很自然就少了一些。啊，有少一些，不过啊，都有差不多整20-30个人毕业哦，哇，都是读得很上瘾，以为它是神通的东西。所以同学这些啊，它的片残各式各样哦，跟神通饼是拎得到的哦，这样子哦。好，同学你会问，哎，可以真正是找得到吗？啊，其实是有找得到的，有些地方的确这个方法还有在。如果你充满好奇的话，你改天你过年的假期留下来。你就摆摆而过去那个地方哦，去试试看哦啊，这样的话就是更深一层的理解了啊，因为呢你在 KL 啊，就是忙赚钱、供车子、供房子啊，得供就是光摸。那么呢，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更多的生活层次你可以去体验呢、啊。哦，好，来同学看那一桶清水，那么火片的话就关一团火了，的确呢，哈、哦，它会关一团火哈。哦啊，那么呢，这个观火片啊，同学其实啊，哈，他们 yoga 里面呢是有的，啊 ，yoga 里面其实有修定，他们叫fire gazing 啊，fire gazing 啦，嗯，这是蛮独特的哦，啊，就是我们所讲的 yoga 系统啊，哈，他们是有观火的，那看到吗呢？他用蜡烛来观的，啊，的确是有的哦，啊，他们就是十片里面只有观这个火片。
在他们传真里面有保留到了这样子、哦、那么其他这些是跟火供有关，不是这一些，而是关蜡烛、哦啊、那么一样呢，那么呢如果你关成之后、啊哦啊、同学你就可以随时可以点火、啊、所以呢去参加 BBQ 时候、啊、你就一下就可以把火点燃、哦啊、如果呢你那么辛苦的话、哦啊、修上三五年为了把火点燃，那么我其实用个打火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又何必要修三五年为了打那个火呢、啊、所以呢我们火片不是为了这一个、哦啊、基本上火片成功的确是可以啊， Manipulate 所有的火大都可以在你掌控之中了、哦、这样子、哦、好、所以看到吗同学，你看他从这样子讲啊，如果说你真的给你成功的话、哦、你会不会觉得会很危险对不对、哦啊、那火一弄、啊、就着了的嘛，哇就不是很惊叹、啊、但当很多人惊叹的时候、啊、你已经开始我们讲盗匪盗之间其实你已经迈入匪盗了、哦、所以其实非常危险的、师父有看、啊、他们印度叫做 Yoga Sutra、哦、Yoga Sutra 我们很多神童他们也是有，然后呢对于神童的危险性、啊、他也是有记载、嗯啊、我们这边呢应该没什么危险性，因为这边、哦、你想要有也没嘛，对不对、哦、所以你是很安全的，因为你都没有东西要玩、哦、但是有一些人是很先天、啊、就具备这种能力的、啊、这些人呢就一定要、啊要经过找名师，因为、啊、如果他那么厉害、哦、他也不会很多人他看得起眼的，我们也不是每个出家众、啊、都那么厉害的，像我们会讲经教、哦、我们未必有那么厉害的，因为 我们把它elaborate 出来嘛，因为是教育的功能，都是记得、哦、像我们 Form 5、啊、老师有跟我们讲做原子弹的原理，但是我们没有当过老师会做原子弹的、啊、一样的我们教这些是我们是有一些经验，不是所有的、啊、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哦、告诉你们同学、啊、所以呢、很多细节的东西、哦、你必须要自己去参加禅修营、哦、才可以更明确 feel 得到甚至 verify 得到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可以了解吗同学、哦、因为我们有阅读经论，自己有一些小经验、啊、有大量的阅读，然后有同参大家一起聊，所以有些东西是综合性的、哦啊、所以呢不过、把你的兴趣、啊哦、引发出来是我们的责任、哦啊、让你有修道的决心这样、哦、所以同学记得、哦、然后过后呢这个就是跟火大有关、啊、然后过后呢同学、啊就是风大，哇从东吹进来风，观察它为风风，你可能更摸不着头脑，对不对？那个水大都已经那么透明，关不到了啊，还来个观风，这样子观、啊、所以同学，这个啊，这种东西一定要到你在禅修时候啊，你的老师可能有独特的方式，对于禅修成功的人，他有方法抓得到，这些一定不是给初学了的了，啊，水啊、风啊这些这样东西哦、啊。好，过呢颜色偏啊，同学你看到没有啊？他讲啊，在圆盘涂上颜色。或者是用某一些花、哦啊、某一些花、哦、表示说我们用花、哦、同学看到吗、哦、Lavender、哦、Lavender flower、哦、同学我们的颜色是片的，表示你找个颜色 Lavender 的花来管，同学如果你讲你把 Lavender 的花是不是全部放在一个圆盘里面、啊哦、或者是你用了、哦、颜色、啊哦来管的话、哦、OK 好、哦思明，如果以你用感觉来 feel 的话、哦、用老人大花或者用一个紫色的盘，两者之间花的优缺点在哪里？你觉得？花可能很有味道吧。嗯，就让人有特定的感觉，对不对？啊，觉得更舒服这样、哦、你觉得花的缺点在哪里？就不能有风咯、不然会飞掉。还不止嘞，思明，我问你啊，一个盘啊，你放多多花，它会不会出现一些缝隙，对不对啊？空间，对对对。所以同学啊，像啊，因为我们这一些啊，经经道论都是那个年代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进行改良的，好、哦、啊，这个要进行改良，它才比较容易办得成这样啦，哦。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有些关联的、哦啊、所以用花、哦、其实是有这样的问题的、哦、好过呢如果光明片的话就专注于月光或者不摇曳的灯光、啊、同学可以试一试、这个光明片、啊哦、好同学请你、哦、去找一盏灯
啊，去看一盏灯，那盏灯看了之后是光明经，让它在脑海里面浮现。来，同学，请你试一试看光明篇，来开始了，进行 experiment 啊，维持越久越好了，好。好，同学啊，学的光明片啊，跟那个色彩一样是完全失败的，不出现的，可以送举手一下。所以完全不成功的，来，可以送举手一下吗？完全不成功的有没有？啊，没有哦 ，OK， 没有的。谁是可以很 consistent 的啊？这一分钟里面，完全浮现的，可以送举手一下，同学，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啊，更多人成功，八位 ，OK 哈，都过色片了，九位哈、哦，好的，来，同学呀、啊、哈、哦，好，可以放手了，同学，你们这九位同学是成功的话，对不对？你除了啊光明片以后啊，可以拿来作为禅修的所缘，你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让光明片出现，避免颠倒了。啊，这个成佛之道，印顺导师有课，这个是原点里面有记载的哦，就是呢，在睡觉时候光明片让自己意念不颠倒。那如果你成功的话，一睡醒哦，就是光明片出现的话啊，同学，这是最理想的，因为啊，我们呢、啊、在睡觉的时候啊，还有就生病的时候啊，比较容易啊，哈、哦，那些贪嗔痴可以容易浮现出来的，它的种子容易冒出来的，所以就这个缘故，你要有一个方法摄你的心了。啊、那么呢，如果你长期这样惯了，对不对？那么你临终时候的投身就很有把握了的了。好、哦，那么呢，对于啊很多同学是一般一般的，对不对？你都可以用光明篇，或者你不用也可以，你就用回啊你熟悉的禅修方法，按波念，或者是、啊、你有放空啊，用气功的方法都可以，只要你有个方法在哈、哦、啊，让自己的心啊不容易啊哈。哦啊、就是不想想产生贪嗔痴就行了的了哦。好，这个是光明片独特的地方来的哦。好，郭同学再看一看了哦。然后呢，接着下来啊，这边是用月光。过呢，还有一个就是虚空篇呢。啊，虚空篇基本上啊，好同学啊，哦，虚空篇是怎么样修哦？你看一下哦，这边就有一个 example 哦。啊。同学，你们看到这个东西哈，嗯，以往啊，在托钵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的脚啊，哈、哦，有一个这样的状况，来，同学看到吗？啊，同学，这个东西看到没有？嗯，这个东西啊，这个圆圈啊，所以呢，这个圆圈本身啊，哈、哦，你就把它向在虚空那边，然后呢，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取向它的虚空。啊，虚空边就是这样子来修哦，那你也会觉得哇，虚空哦也是不容易，的确的，这种虚空啊跟水哦一样是不容易的。那这个虚空如果成了的话哦，啊，你可以啊哈、哦、和虚空进行结合，可以成功隐身术那同学，啊，可能我们童年就会想哦，可以隐身多好哦啊，的确是可以。那同学啊，在瑜伽跟道教啊，也有一种放空法门哦，这种放空哦，
也如果也是很容易啊，跟这种隐身术啊，哈、啊、进行结合的到了，因为它的 skills 很靠近的哦，这样子哈、哦。OK 哈、哦，嗯，邵同学啊，你应该是做事是光明磊落，不需要隐身了、啊、哈、哦，除非你要做间谍 James Bond 了、啊、哈，不然的话不用。不过同学啊，当你可以隐身的时候啊，哈、哦。潜入苏联或者美国，他应该也有高手，也可以隐身术把你抓出来的、哦啊、通常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同学、哦、应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哦、好，过后呢、啊、就是大概是这样了、哦啊、所以呢，详细的情况呢，全部就在《心经》道论第四章、第五章、啊、我们会详谈的、哦啊、那其他的就没有谈了。好，接下来我们去到节气的部分。请智伟读一读，来，不净观智伟。师父阿弥陀佛。好。不净观有十种：肿胀、青瘀、脓烂、断坏、食残、散乱、斩精离散、血涂、虫聚、合谷。节气、十种不净，无贪。是死尸腐烂的不同阶段，这些业处专为对治郁郁，见《清净道论》第六章。好，请再继续、哦、节八随念，十种随念：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舍弃随念、天随念、静止、极止随念、死随念、生自念、安波入出息念、佛随念等信心所。首三种随念的修习方法是随念佛法僧的功德。好、啊、可以先暂停，来，同学可以、啊、简单画一下重点吗？啊、同学，待会你复述的时候是，即使是没有抄写到的，只要记忆上记得的、哦、都可以讲出来、啊、通常你会记你有兴趣的东西，那么大家合起来的话，就可以把一个课、啊、完整的表达出来，就可以加深了印象了的了。那同学看到、啊所谓的不净观、哦啊、巴利文这边、啊苏巴哦啊、有 highlight 起来、啊啊、同学基本上这个不净观哦。它其实是尸体啊、不同的腐烂过程来的。好，同学这边如果、啊、你看到一些很恶心的东西，晚上会失眠的，你先不要看啊，同学。你看到你打不净观的图啊，同学，这个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就是尸体腐烂的十个过程啊，这十个过程，所以呢就叫做不净观、哦、那不净观呢，同学基本上啊，它要对治的就是男女的贪欲。还有主要是以男女的贪欲为主了啊，所以呢，他把他的不净放大，主要是把那个啊，就是啊无贪心所把它放大哦啊。那么呢，关于这个不净观本人是不是哈、哦、他、啊、其实啊哈、哦、对于出家中是很重要修梵行的，因为呢，一般上啊男女的欲望啊哈、哦、啊是我们欲界众生与生俱来的，因为要繁衍后代的关系。成为欲界众生、啊、但是啊，哈、啊、所以呢，它是一个蛮重要的法门，但是在流行的程度比不上安波念啊。它原因就是因为啊，在泰国在流行，因为泰国可以捐尸体，所以它可以修不净观。那么呢，同学，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在家居士的话，哦，如果你刚刚结婚呢、啊，还要传宗接代，不要修不净观。哦、因为不然的话、哦他不仅如果你先天、啊、是有 很好的术士的修定的善根、哦、他会让因为、啊、传宗接代需要贪欲的，他把贪欲灭掉，你就没有办法传宗接代、哦、所以同学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份来决定应该要修什么法门、那除非是你已经、儿女已经生够了，然后过后呢，夫妻之间呢、啊、也打算要大家一起成为菩提伴侣的话、哦啊、这样的话你才说转去修一些比较强的不净观，或者是、啊过后同学、啊、你本人呢会觉得哎，你会出现有、啊、就是、啊、出轨的那个迹象、啊、因为出轨是从意念开始的，那么呢，如果你意念你发现哎，有这种出轨的情形，那么呢，你也可以用不净观、哦、来从意念的防范而避免、啊、让它成真、啊
同学可以知道嘛、哦啊、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哦、你的情况、哦啊、不过这不净观其实也是不容易修得成、除了师姐不容易找到以外、哦、它也是需要取向的、哦啊、那么呢在清道论有记载比如说这个尸体本身同学你看一看的、哦、清道论呢讲的蛮有趣的啊，它尸体是放的角度是一定要逆风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尸体啊是特别的香的，所以如果这个风这边吹来，那个味道全部你嗅到哈，哇，你也不用嗅了，你已经呕都呕死你了，可以了解吧？所以它清道论有顾虑到这些，都是风吹哪里，你要坐那边也是哦，你的头啊的角度这样。还有啊，不净观一定要用同性来修，不要用异性念，因为啊，如果是异性的话，对不对？一个女师姐来修啊，当她进到去四相成功，她会变得很漂亮的哦。那么因为她是异性相吸嘛，很漂亮嘛啊，你就升起贪欲心，你就破功了，可以了解吗，同学？所以就这个缘故啊，每个法门有班当拉让，它都会清清道论里面进行记载的。那如果你本身你是同性念的话啊，你要找异性念来修了。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说四项成功的时候会破功掉这样子了。好、啊、这个呢就是和、啊、这个不净观有些关系的。那同学、啊、看到吗、啊、这些、啊、十种不一样的腐烂过程对不对，同学他基本上、啊、就是针对不一样的贪欲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呢、一心相信对不对，有些是在对肢体里面产生男女欲的、啊、就是形体啊，而我们讲看到身材，有些是从声音里面会产生的，那么有些是在位移里面而产生，有些是从五官里面而容易产生淫欲的，所以呢因为种种情况不一样，所以十个而不净哦，就是专门对治性的，全部清净道论里面有记载。所以同学如果你觉得哇你真的很觉得很需要、哦、因为这个男女欲出现了、啊、不管对男女都好哦。哦、它是个很大的干扰来的哦，它干扰，如果你结了婚、啊、会造成、婚外情，所以变到你觉得很需要对治的话、哦就是其实清净道论里面有记载，就是那一个对治哪一种贪欲，那一个对治哪一种贪欲、哦、如果我们没有实体给你修，所以变到、啊、就是呢可能你用 picture、哦、做一个对治心，它不见掉了你就不要再further下去了，就停止它，因为我怕就是你自己这样子来玩对不对，怕到了很多细节出来的时候不懂得如何 further 下去，这样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如果你本身有家事你只要对峙稍微对峙罢了，就不要 over、哦啊、因为呢还有夫妻，还有夫妻的生活要过的、哦啊、所以呢这个要提醒大家，你要懂得、哦拿来做对峙方法就好了，对峙完了就不要再去粉得下去，因为啊，我们呢、啊、曾经啊，出家中啊，刚开头释迦牟尼佛啊，就叫不净观，结果呢，当他成功了啊，哇，看到所有的人都是骨头啊，毅力心过强啊，结果有一班比丘自杀了，这样子了。那他自杀了之后，过后啊，佛陀知道，哇、哦，不行啊，这方法太过强了，因为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无贪心所。强化的太厉害了，变成厌离心过切，所以佛陀就 ban 掉这个法门，转去修安波念。所以为什么安波念比较普遍？不过一个很有趣课题哦，你可能会问，哎，佛陀不是有神通的吗？为什么他不预先 forecast 到这一些发生，而避免，却会让这些东西发生，过后又再来改呢？什么缘故你认为会这样？正清，你认为什么缘故呢？佛陀为什么没有提早看到这些？你认为啊，正情啊？啊，想了那么久，应该不知道了，对不对？是吧？好，华恩呢？华恩，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啊？哈，那个修的人要要求哎，修的人的要求，不是我的问题是讲为什么是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因为那个人要吗？佛陀就给他施哦，哦，但是因为自杀的人，为什么佛陀的神通没有预先出现那些自杀的人而 ban 掉他，提早预防，而让要有人自杀死的才来换法门，对不对？先，是不是？嗯，啊，什么缘故会出现这样？你认为？可能佛陀也不知道他会自杀，知道？啊，这是很好的问题啊，佛陀有神通。为什么佛陀又依然是不知道呢？ OK 哦，啊，因为你回答因缘具足啊，这种因缘具足啊，其实啊，也把真正的问题含糊
掉了，对不对贤、啊、因为这种因缘具足、啊、跟神安排一切也是很像的，因为你都不知道答案嘛、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当我们举不到例子我们就说胆来来来来对不对、哦啊、其实你没有例子好举你说哦胆来来来来来etc.、哦啊、这边有讲身中抵不过业力、啊、这个理由还蛮不错、哦、好、啊、其实同学、啊是这样的，这个神通、啊、其实有时需要作意、哦、它才会 manipulate 出来的。那么呢其实、啊、按照我们、啊、对于佛陀的那些记载来看、啊、他没有一天到晚在用神通的、哦、你看、啊、没有说一天到晚看到他 他不走路直接就飞来飞去，或者是、啊、不继续拓钵就把食物变到满满，没有这样记载的，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意思就是讲、啊、他没有随意用神通，所以变到、啊、他没有特别的情况他就没有做检查，所以呢他也没有作意，佛陀也没有作意，所以变到、哦、他就去修了，过去事情的时候、啊、才知道哎呀白告佛了再来换法门这样的，所以比较合理就是、啊、你本身没有去作意的话、哦、就会出现这个现象啊、所以同学、啊、不要经常预计、啊哦、那些有大修行的人、哦啊、不会生病啊，不会车祸啊，这样子有很多人常常这样嘛，对不对，发生车祸你心里想哎，他好像修得很不错的，怎么还会 accident， 怎么不早早先看清楚才出门这样、啊、同学没有这样，没有什么都用神通的，同学可以理解嘛，不然你会很、啊、就是业力的部分呢，有时你逃不开的，所以就这个缘故没有用这样子，所以就这个缘故啊，同学啊，即使给你看到神通你 accident、哦、你还是要 买保险的、哦、什么缘故，因为你还是要付保费的，你还是要付钱的，因你、哦、你看到了不代表你逃得了、哦啊、所以你还是乖乖、哦、准备一笔钱进医院就对了的了、哦、OK、哦、所以这些是一些比较有趣的课题了、哦、好，来同学我们看一看了、哦，这个呢就是不净观的部分了，好好，这个对治抑郁，同学这个抑郁啊主要是指男女郁来的，好、啊、在巴利文呢，好，同学看到吗，好，看一下显了抑郁，好，这一边呢就啊这个就没了，好，这个应该是贪哈来的，来同学我们看一下，好，简单 search 一下巴利词，好，抑郁，然后打个佛教，啊，参大来的，来同学可以写一写了，我看一下先啊，还不确定，同学等一下先啊，卡玛是娱乐，啊、它有几个巴利词，然后同学可以稍微写一下啊，欲乐是卡玛、哦、好啊，性欲了，所以同学这个欲欲、哦啊、你可以写一写是卡玛了、哦、对治男女的欲望，不过还有罗巴，还有就嗔的等等之类、哦、过我们再来看、哦、卡玛贪了也是、哦、是综合起来、哦，卡玛贪哈 ，OK 哈，这都是可以写下卡玛哈。法师，你给到我 suggest 卡玛贪哈，这边又分开，他如果卡玛后面再加个贪哈，会有更多的诠释吗？来，洪波法师说明一下。洪波法师，这个是《达摩跑啊这个转法轮经》里面讲那个啊。极地的时候那边要 CRT 他们卡玛丹哈巴瓦丹哈比巴瓦丹哈三个丹哈嘛，哦、oh, OK OK， 就是苦集灭道里面、啊嗯、他讲的就是、啊、因为贪爱我们会生死流转的缘故，对不对，是不是啊，卡玛丹哈咯，欲欲咯、啊、欲界的欲望，然后色界欲望和无色界欲望、哦、所以两个加起来就变欲欲嘛，对不对，是不是，哦这样啊，欲界的欲望 啊对，卡玛丹哈是欲界的欲望来的啊、如果是欲界欲望就合理了，卡玛贪哈，这边是放的，那么这个又放一个卡玛的字类，洪波法师它区别在哪里、啊、一个字卡玛，一个是卡玛贪哈，哦，卡玛的话就是 sensual 罢了咯， sense 咯， sensual pleasure 的 sense、嗯卡玛可以包含到淫欲吗，这里的 definition 准不准啊，有啊，欲界里面所有的欲都在里面、哦啊、都可以包括、哦、啊，洪波法师，我怀疑卡玛贪哈可能是指生死轮回的根本缘故是无明跟贪爱，
是不是那个塔内斯卡玛丹他，对不对？啊啊，对对对，可能是哈、哦。所以这一个呢，不尽管呢，他的 level 没有到破除到那个坦埃，所以同学可以放这个卡吗？这样子啦，哦，应该这一个这样子哦。好，来，同学，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了，哦，好，这个是属于不尽管的部分了，哈、哦。啊，过呢就是水念呢、啊，同学你可以画一画，水念是啊努啊努萨蒂是水念呢、啊，乌达努萨蒂就是佛水念。同学佛水念基本上啊，同学你可以写一写哦，这个不净观呢、啊、基本上是强化无贪心所。同学你有上阿毗达摩的，请你寻找一找，翻开第二章那个图表，无贪心所是第几号？同学请你找一找看。每一个业处啊，都有强化每一个心所的。来，同学，请你找找看。啊，找到可以开麦告诉同学了啊。师父三十二。OK， 其他人认同吗？三十二，有人点头吗？啊，点头啊，正经对哈、哦。好的，同学，你可以 cross reference 一下。那么呢，没有熟的同学是你可以写一写无贪心所了，就是这个法门呢、啊，它强化了无贪心所了。就写这个哈、哦，强化无贪心所了。这样的话哦，你就知道什么缘故？哎，为什么这个法门可以对峙得到？因为阿毗达摩在学理上讲的蛮清楚了，在学理上啊，这是阿毗达摩的优点来的啊。所以呢，如果未来啊，你有当有教参呐、啊，有当老师的话，啊，你就可以讲得很明白了。这样子是他优点来的，强化贪心所。好，同学呢，关于这个佛随念本身呢、啊，它是强化信心所了。信心所是第几号啊，同学啊？28都正确吧，同学、哦啊、如果同学有不对的话 请指正一下、哦啊、同学你需要被大妈请你 cross reference 一下、这样的话、哦、你就可以把那个心所跟这些法门进行结合，它就变得很有趣了、哦、这样子的学习方法、哦虽然你不想当禅师都好、哦、把这个对你有好很大的帮助。所以同学意思就是讲这个佛随念本身它也是放得很简略罢了、我们也是在勤勤道论时候会很仔细的上、哦、主要呢它的随念方法是可以告诉同学，就是它的教法、哦、跟我们念阿弥陀佛就不大一样了。阿弥陀佛是持名念佛，通过持名念佛因身而入定，过呢它持名念佛再转去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其实啊它是比较啊偏向好像是取相念佛定位深刻过前面的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还有因身在入不到初禅呢。那么呢，观相念佛能，那么同学实相念佛是最棒的。这个实相念佛基本上是跟般若功位进行结合，一定是观五蕴的哦啊，进入圣义地，把就是受法哦，受法还没有在OK， 弘波法师，你在日本那边有没有探听到啊？那边的念佛法门有没有人有提到过实相念佛嘛？这个法门的传承在日本那边的净土中有没有传开？有听说过吗？弘波法师实学的经验的部分有没有？没有听过、哎、啊，就是了啊。所以呢它其实存在啊，我是很希望它存在，因为啊基本上我们很多学生啊都是从啊阿弥陀佛进来的，因为它是最 reachable 哦，最栽培一次一拿哦就拿到哦净土的，所以啊它开头净土是有时一下要它转什么 vipassana 很难的哦、啊、所以呢，但是它可以转去实相念佛的话就很棒，所以这一个呢如果是可以找得到啊，中国哪里有法师在学哦，是最理想的哦，因为它的般若空慧哦。他谈的般若实相般若、哦、跟阿含那个其实是相呼应得到的、哦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是随念的话就不一样，随念是通过、啊哦、念佛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啊哦、就是、啊、明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这一些是选其中一个，通过功德产生喜悦，他维持他的喜悦，然后维持他的喜悦够长久的时候，
而进到进行定了。同学啊，这个佛随念有个相当独特，就是如果你过去是啊真正看过释迦牟尼佛，某一些人他会出现呢，他会跑出来。哦，这个是很独特的哈，只有这个法门呢、啊，就是你在前世有见过释迦牟尼佛，他真的佛陀影像会出现。这边谁有去参加过佛随念禅修营的 ？Zoom 举手一下，有去参加过的？啊，一位哦，哈，啊，两位了哈，是你两位，啊，两位三位哦，哦哦，这样你们有没有见过真的释迦牟尼佛、啊？大的了。OK 哦，这样还好你没有见过，你有见过的话，你还在这边轮回啊，你真的很不长进啊，应该是佛陀、啊、都拿你没有办法啊。其实、啊、按照经典记载啊，佛陀每天吃饱饭早餐之后啊，会打坐用神通先去度有缘的人的。哦，你见到佛陀啊，居然啊，没有好好的禅修啊，现在啊，哎呦，你遇到我们这些凡夫生，就是你当衰咯。OK， 好好，开玩笑罢了。好了，同学，我们再往里面看，再接下来看哦。啊，这边有提到佛法生的功德，基本上佛的功德最容易观，法的功德哈、哦，我们上课会提到法的更深层的内容，把它不容易观的，有些法门不容易，有些你会很容易，有些很难抓得到的。那么生随念呢，基本上还好，你要对生有恭敬了。啊、所以呢、如果你的环境让你觉得哎呦对僧宝很难升起恭敬心事，你就很难从那边、啊、成就得到进行定、啊、不过有一些地方、啊、像一些佛教国家、啊、他们对僧宝很恭敬的。我听说、啊、你去拓钵对不对，有一些、啊、像我在缅甸住过一段期间、哦、他们有跟我讲、哦、他们有时候不敢进去村落拓钵，因为、啊、他如果、啊他因为缅甸人很穷的哦，有些地方哦，他只有一顿午餐罢了，一团饭罢了哦，他会供养你饿肚子的。所以啊，他们很虔诚，所以就这个缘故啊，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容易成就生随念、啊、但是要怜悯他们呢、啊，通常不去拓钵，免得他饿肚子了、啊、所以有些宁愿啊在内拓钵，就不跑外面这样子。好，过后呢，过后呢就到戒随念了。意念自己的清净无染的戒心啊，这个呢，同学、啊、我们可以在这一边呢做一个简单的随念了、啊、同学，请你自己思考一下你的五戒、啊、就是呢杀盗淫妄酒或者德巴列啊，哈，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犯恨等等之类。你想想看，你自小到大哈、啊，你有哪一条戒律啊？你好像很自然。不用手都很漂亮的，然后过后很少违犯的，违犯会过后很惭愧心的。你想想看，你有想得到一条或者两条都好，请你马上进行记载了。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同学，请你尝试回忆到童年的时候，啊，最好是可以怀疑是前世带来是更理想的，啊，或者是你在一个赌博的环境，可是你从来没有赌过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戒心很漂亮了。就是外面环境诱惑不到你的，哇，这个就是你的戒心很棒了。啊，请你写下来了，啊，写了之后就可以送举手了。好，啊、要举手啊！过半我们再 continue 好啊，开始一位好了，嗯 ，OK， 三位、四位好了，嗯，七位好了，八位、九位、十位 ，OK， 好，过半。来，同学，请你试试看哦，你现在回忆一下你这条戒律，当然一定会有一些情景的啊。当他回忆的时候，就把手放下来。当你一面回忆的时候啊。你会有喜悦的感觉出现的，你可以送举手来，给你尝试回忆一下，回忆多一些细节。你有喜悦，有引以为荣的感觉，你就可以送举手了。一位，两位，三位。
的四威、五威、哦、六威、七威、八威。嗯，好了，可以了，就是可以把手放下。同学啊，你这些啊，你一想到你会有产生 joy 的，对不对？它有什么意义啊？同学，以后你可以第一，你在打坐之前可以回忆，让自己的内心有喜悦柔软。那么你再进步修啊，你的法门呢、啊、就容易得定。第二呢，同学啊，你生病的时候可以意念，因为那个喜悦出现是多巴胺啊，跟血清素的分泌。对于你的抵抗能力会增加的到。第三同学啊，你平时啊，可以的话跟告诉其他的人，你那条戒律产生喜悦的啊，或者是你是二弟学生，你要告诉师父，如果你先挂掉的话，我去送你一程，我在你的 funeral ceremony， 我会跟你，我会帮忙你意念你这个戒律的情境了啊，就帮忙你吹一个响起，哇，这样的话就得以往生哦啊。所以呢，有时候同学你跟你家人多沟通哦，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啊，他们有一些可能呢、啊、喜欢特别捐助读中啊，喜欢特别护持啊，喜欢造桥铺路啊，我不懂现在有没有人喜欢造桥铺路了哦啊，把捐读中这些可能有啊。那么呢，以后啊哈。当他往生的时候、啊、你可以提供这个资料给念经的法师、哦、来让他随念，他得以往生善趣，可以了解吗、啊、所以同学、啊哦啊、接下来的功课明天可以的话，如果你跟你父母亲住在一起的话，问问他看他有哪一件事情是跟戒律有关的，让他引以为荣的、啊、不要用佛教的方式，就是讲了捐助读中 啊或者是就是啊什么专门啊、哦、送米去孤儿院老人院之类啊，类似这样子哦、就帮可以帮助他进行随念这样了、哦、好，来同学，这个是跟戒随念有相关的、哦、好，过后呢同学就有个舍随念、哦、好，这个呢先请就是 OK、请元稹读一读了、哦、舍弃随念有请、哦、舍弃随念是具有正念的意念布施的功德，天随念的修习方法是具有正念的如下意念：诸天神因为他们的信戒多闻布施及慧而得以投身至如此殊胜之地，而我也拥有这些品德，对于此业处禅修者以自己的信等功德作为目标以培养正念，以及以诸天为证，即止随念是观察涅槃的数字，死随念是观察自己肯定会死，死亡如何，死亡何时会来临无法肯定，以及当死亡来临时人们必须舍弃一切。身自念是观察自己身体的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肉、腱、骨髓等32不净的部分。安波念是专注于呼吸时接触到鼻孔边缘或人中的入息与出息。关于舍随念详见清净道论第七章及第八章。好，感谢了同学，请问重点了。好的，来，还有下面零点了。好了，同学看一下、啊、这一些随念、啊啊、就是呢基本上、啊啊、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舍弃随念、啊、意念布施功德。来，同学请你想一想，你有哪一个布施做了、啊、
让你非常的喜悦的，有一些啊，看到很多出家众很高兴的，那么有一些可能不是老人院啊、孤儿院特别喜悦的啊，请你想一想，想了啊，过后啊，有产生喜悦的，就在你的讲义旁边，简单记录就可以送举手了，同学啊。气味好了，好过半了了。来，同学可以把手放下。同学，如果你没有啊，好、哦，哎，好像没有那件事情的，没有出现那个那件事情或者是喜悦，请你自己努力的去照做啦，好啊，去找啊，去做。然后没有喜悦，要检讨一下，哎，怎么没有喜悦的哈、哦，要进行思考了。同学是这样的，有时候啊，有没有喜悦是？第一，是不是你麻木了？通常他有喜悦啊，他一定有些缘故的啊。你那个东西觉得啊，这件事情是稀有难得，然后呢，就是啊，跟你的成长的经历有关系。通常他比较容易可以产生喜悦的感觉了。然后他牵涉到人呐、啊，可能是你尊敬的人等等之类啊。所以呢，同学，如果你是完全没有这种 feel 的话，你要从中检讨啊，希望在某一些事情里面可以增长得到。同学，一般上啊，如果你性格偏向感性的话，比较容易产生喜悦；那么你很理性的话哦，通常又比较难呢 啊。所以有时候啊，哦啊，也要看你的性格哦来决定的哈、哦。好，来，同学，接下来呢就是天水念了。那我们看一下天水念了哈。哦，他说啊，意念什么？诸天神呢，因为他们的性戒多闻布施歌会而得以投身到如此殊胜之地，所以呢，而我也拥有这些品德，就是啊，拥有性戒多闻布施歌会，所以呢，相信自己性等的功德培养真念，以及以诸天为证哦。同学，你可能觉得，哎，那么奇怪，怎么会天水念？师父觉得啊。应该是啊，跟印度人啊，他们呢、啊、基本的基本信仰有关，因为啊，释迦牟尼佛本人是印度人来的，那么他的法门呢、啊，是按照印度人当时啊对天界的信仰啊和崇敬啊做出来的，因为当时啊都是啊期望啊可以到大梵天去的啊，天界哈、啊甚至六欲天，他们对于啊湿婆神啊、Krishna、Vishnu 这些都充满敬仰，所以呢，他要啊借这些人的话，可能就会啊有这些法门出现呢、啊。好、哦、所以呢，就会有念天这样子了、哦、不过他念天呢，也不是念一个天神哦，而是念这些性戒多闻布施跟慧的功德。那同学心里检视一下这几个里面呢、啊，好、哦。你哪一个最强的，你可以现在自己进行做个检讨了啊，你觉得自己相当引以为荣啊，同学，当你圈了，比如说你圈慧的话好跟多闻的话，请你更进一步思考一下，哎，你的慧啊跟多闻啊是哪一个部分比较强，你稍微简单做个记录过后就可以zoom举手表态了，或者是你觉得你的性很强的话，到底具体内容有哪一些，好了的话就可以zoom举手表态。那么意念这一些呢，未来可以让你至少可以升天，不多闪个刀了，同学。啊，同学，如果觉得不够具体没有关系，我们到清净道论的时候啊，哦，它会有更多具体 example 啊，那时候还可以更进一步啊。这个呢，一下降有时同学是觉得抽象的。好，过呢就寂止随念是观察涅槃的数字。好，同学你看一下观察涅槃的数字。好，好 ，Mandy， 你觉得这个句子有没有一点问题呢？观察涅槃的数字，
有师父美丽觉得涅槃就是极静的嘛，还要有数字，我不知道要怎样分。或许我们这样讲哦，Mandy 哦，涅槃我都没有体验过，怎么样来水念呢？我体验得到涅槃还需要在水念嘛，对不对？所以同学这样的话说明什么？这个涅槃不是真实的，是概念法来的。所以你是从文字上了解那个涅槃，然后涅槃里面产生喜悦，由那个喜悦就维持长久啊，成就进行定。哎，同学啊，这边告诉同学一下哦，这里所有的随念哦，同学只有安波念可以证初禅以上，其他全部只可以证的进行定了，啊，只可以到进行定罢了。同学，请你记录一下哦，就安波念哦，可达安止定哦，可达安止定。其他紧达哦，紧达就是安止定，其他紧达就是这个什么哈，安止定直到进行定了哈。所以如果只达进行定罢了，表示这个啊，所谓的寂止随念呢，涅槃就是观察涅槃的数字，这个是概念来的，不是真实来的，这样子。好，同学，接着下来呢，还有就是死随念呢，同学，这个死随念呢，基本上啊，它强化的呢是精进心所了，同学你可以写一写。精进心所是死随念呢，强化哈，好，死随念啊，是就是啊，观察自己肯定会死，然后呢，产生精进心所。好，同学啊，请你稍微找一找，寻找一下，在你这段期间，你有没有一件事情一想哦，你会怕的啊？就像以前我们了、啊、哈，平时都不读书的嘛哈，啊，考试到了哦，我开始会怕哈、哦，这样子哦，然后很精进。那、啊、同学，请你找出一件这样的事情，让你会精进用功啊，继续。修学止观禅学的想到了可以记录一下，然后 Zoom 举手表态了。好，两位好了了。OK，我们还有很多同学没有举手，哎，你是不是想跟师父讲？哎，师父我都没有怕过的，干嘛谁呀、啊？没有怕过有好有不好啊，你都东西没有怕过，那就产什么精进呢？那个东西要可以有悚惧制哦，会吓到你的哦，这样哦。我看你们、啊、很多举手，哎，你们会不会啊？都是 deadline 到了啊才有感觉，没有 deadline 的话还是继续。哦、享受五欲吧、哦、哈哈哈哈，很正常、哦、对不对、哦、因为不可能长期绷紧嘛、哦、好了，同学可以高抬贵手，很好，所以蛮多同学、啊、都会容易产生这个心所、哦、蛮好的、哦、好，同学，接下来这个身知念、啊、同学基本上这个身知念、啊哦啊、都是要我们进一步学习的时候，身知念主要、啊、强化的呢依然是无贪心所，不过呢它是对自己身体的贪呢、啊，那强化是无贪心所来的、哦啊、这个、啊、倒不是、强化对异性的，而是对自己的、啊、因为我们多数、啊、对自己充满爱着的、哦、怎么知道、哦从你爱不爱照镜子就知道了、哦啊、不过爱照镜子、啊、可能女性、爱美多过男性嘛、哦、因为、女性的妆容、啊以便、吸引异性、哦，动物界也是嘛，同学对不对、哦啊、通常哎，孔雀啊，开屏啊，开屏那个是公的还是母的哈、啊？公还是母啊？公的，公的，就是公的吸引母的来，对不对？对。
有什么动物啊都是有母的，很漂亮，是引公的来，是什么动物啊？除了人类以外，有吗？有什么动物是雌性的，把这弄得很漂亮，或者声音很漂亮？小鸟里面是不是母吸引公的来交配？是不是小鸟啊？有很漂亮的悦耳的声音，或者漂亮的羽毛，有没有啊？哎，问你们问错了，要找生物学家。生物学家今天没有上课哦。OK， 类似是这样啦，好，说同学，这一个就是有关系哦。啊，关于生字念呢，我们到时进行讨论很仔细讨论每一样啦，好。这边就没，说同学，这些禅修法门目前还存在的。好，安波念这边也不谈呢，基本上同学安波念呢，如果你完全没有概念啊，我这边的静坐入门第35期开在招生啊，要开课了啊，可能就是拜三会下课或者过年后开课啊，欢迎同学报名啊，这样子。好，同学，我们今天课到这。